今天就这俩小小的遗憾，没事没事，那就是没有缘，没事。谢谢谢谢，表示感谢。我给你求两盆花，你带着。对，求两盆花。求两盆花，知道你喜欢花，留个纪念啊。嗯，好好好。真是六月飞霜，万事一桩啊。土豪大爷属实是令人琢磨不透啊，见面就说没相中不喜欢，结果半路上又请人家吃大餐，最后又狠心拒绝大妈。不得不说有钱人的操作一般人就是看不懂啊。打我，哎妈呀，就别说了，一说眼泪该出了，别说了。没打死我，说手这大疤了，现在好了，砍我，我就这么一把我手砍两半了。就是你护着头的时候啊。那对了，你就跟他说话没说几句呢，那在我家有个收音机，我还在那边不干啥呢，拿收音机咔打我后背上，收音机都打碎乎了。你就别说了，打太多太多的打那仗，这些年吧，多少能控制点。以前你我都不能说，所以一直我都不想走。害怕是不是？对，恐惧。天空一声巨响，咱大爷闪亮登场，真是厕所里撑杆跳，属实过分啊。要说咱大老爷们最瞧不起哪件事，无非就是大老婆窝里横啊，对外人唯唯诺诺，对家人重拳出击，就能忍输不能忍啊。要不是咱大妈用手捂着头，不然现在估计都看不到人家了，属实是吓人啊。别打我，你有啥事儿你跟我说，我哪有缺点错误，咱们就是在语言上沟通，好好沟通，就只要两口子好好过下半生。我就看他感情啊，特别感情啊，男的屋里屋外都感情，他这个人感情。哎，那花啊我特别喜欢，我就喜欢养花。早前我家那花上面一层地下一层，就是把家收拾完我肯定就上那儿帮他干活去，帮他伺候花啊。我喜欢，我还喜欢上里看去帮他监管。咱大妈这次勇敢一次上台相亲，直呼自个是隔着屏幕对一位大爷一见钟情，就相中人家对生活那种热爱的态度，家里养着花，那心态肯定也是积极向上的啊。而且说起对人家的要求，还真是让人泪目了啊，直呼只要别动手打自己，其他一切都好说，还真是个可怜人啊。我看现在咱们这个花轿里头那个开花的花不多了，它这个花吧，这开花的季节吧，是从十二月份、一月份开始开，完了到春节的时候吧，它是正旺的时候。你三月份来的时候，它都尾声了。那你现在就等于现在不是花期？对，这现在就是它是，你看现在这不都在发芽阶段吗？啊，又开始发芽了，小芽哈。这全是吗？这一层？对对，都在发芽。上面这一层全是。那你现在到在这儿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它发芽呗？对呀、啊，管理打完除草事儿。啊，天气除草事儿。就这个苗都有人买。看我上回是三月份来的，现在五月，就这一个多月。对对。能卖多少钱？反正不用花工资了，这自给自足可以。天空两声巨响，咱大爷闪亮登场，真是端午节吃粽子，皆大欢喜啊。本来听大妈的口吻，咱还以为大爷就是闲情逸致打发时间才养了几朵花，没想到到了眼前一看，人家整整养了几大棚啊。红娘也是不禁问起人家的经济条件，就瞅大爷手背到后面的气势，咱就能知道人家是老母鸡抱空窝，不简单啊。我运气，我他们告诉我说贴一块姜给住啊，是听说这个小偏方挺好使，是为了见这个卢先生。这也算是运气，我也得去呀，也得忍着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对，要不得我就差这运气哪都不去。现在感觉咋样？现在挺好的，没有晕车的感觉，还没晕车是吧、啊、对，估计这个见效了哈，而且贴这个有效，有效啊。而且咱今天这个去相亲哈，奔着心仪的人，心情也好啊，心情好，对，肯定也差不少，晕车也不晕了。对对对，真是唱戏的淌眼泪，可歌可泣啊。爱情靠争取，为爱不放弃，大妈都一把年纪了，还直呼连吉林都没出去过，要不是自个想见大爷一眼，那就是连门都不愿意跨出去啊。都说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纱，那咱们就骑着看唱呗，走着瞧吧。那个彭玉莲莲啊，对，彭姨，卢姨，卢姨，小卢，你好，老卢了，老卢，这个姨在电视上看着你了，非常的相中，说就是又相中这个花，又相中这个人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这今儿熟穿干活穿的，没事儿，就穿啥都行，只要人好就行，人好就行啊，郭家人。
他们就是过家人，我这眼睛不太看错人，看着就是没有说跟电视里的感觉不太一样，感觉差别大没有？没啥差别，没有。要打分的话，十分的话，我现在顶多给他五分。我看他这身材过来前，给我吓一跳，这还红头，好像是咱们都奔七十岁的人了。你看他给我整的有点吓着我了。我就喜欢哈，就是包括头发都是本自己的那个黑发呀。染头发你也不喜欢？不喜欢。真是冷灰里爆出热力的，意想不到啊！本以为大妈不远千里追寻爱情，那结果肯定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的，哪成想却是这样的结果啊！大妈看到大爷的第一眼，就直呼人跟电视上看着一样，也是毫无例外的相中了。倒是丑大爷那头，却是直呼不喜欢，直呼大妈打扮的不像正常人，不仅是好感一点没有，而且还被吓了一跳啊！从远来的，我换完衣服完了，我那个订餐了，咱们吃点便饭。啊，你订便了？订了。实外挺周到的，人晕车，我没跟你说呢。从不是，要不是为了今天见你，哪儿都不去。我哪儿也不去，吉林都没来过，因为就是晕车，他特别遭罪。谢谢。而且来的路上还挺好，真没晕，没晕，挺好的啊。换衣服吧。好的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不着急。换好了，叔。精神不少啊，你看那个门锁。好嘞，穿个白袜子，立正人，一看就立正人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紧张啊？不紧张，瞅着呢。我敢，有啥不敢的？有点稍微。我告诉你，丑人不能直勾那么丑啊，不能直勾丑。哎，对，就是扫一下就行。真是司马懿扶诸葛，甘拜下风啊！虽然说大爷嘴上说着吓一跳不喜欢，但是还是特意为几人找了饭店。就冲这一点来看，就能看出来人家是泥鳅钻洞，深藏不露啊！毕竟请明知道没有结果，还执意要为人家接风洗尘请下馆子，那肯定还是有希望的。我带路，我那个车顶全是花，完了那个你们跟着我就行了。行。喜欢啥给啥，只要这里有的就行。点。整一个这树的得了，一个锅包肉。那个是豆角什么肉末豆角干面那个，完了那个你这个鱼来给我介绍一下来啊，我就要这个，行，来一个，完了这个牛肉来一个，六个吧，再来俩行不？哎呀妈，行了，你别整了，整那么多浪费。反正今天你们仨必须得好好给我吃一顿饭。那我就不吃了，他们仨吗？不是，他是人家是，你听我说，咱俩是主人，明白没？我说对不？咱俩是主人。现在我是吗？那你这肯定算了，对不对？你都坐那儿了。对，咱俩现在是那主人，人家是属于客人。明白没？明白。我就想让你解释一下。真是秧地里窜老虎，意想不到啊！咱这回可是有点捉摸不透大爷的心思了啊！点菜的时候是大大方方，六六大顺八面来采满汉全席，一说起为了表明心意，还特意把大妈说成是自家人。难不成大爷这回又改主意了啊？别的不说，就大爷的这几句话，就让大妈乐开了花。我跟你说，我没有老保，就医保就是那个新农合，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。不介意，真不介意。生病咱不说了吗？你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，对不对？我尽我做丈夫的能力不是问题，我能养起那我一月工资不够吗？我不计较今天，主要就是看人。你看以前那么痛苦，现在你不找一个幸福的，那你说跟没找一样吗？是不是？就是说我有错误你跟我说，你别打我。这一点在我身上永远不带的。是啊，我有错误可以改，你别打。那不知道啥事儿你哐，哎呀妈，这还让你身上削我。他有点太那啥了，那个好像是家暴挺严重。这种女人嘛，你对她稍微好一点，她能把心给你。真是过年娶媳妇，好上加好啊！大妈坐下身来也是胡同里赶猪，直来直去，直言自个没有劳保，经济条件差。大爷一听也是直呼不介意，毕竟自个的经济条件，别说养活一个了，就是鸡无藏娇也是绰绰有余啊。说我有时就简单的化化妆，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。女同志化妆很自然的一个现象，好像不嫌弃我就行。你这个头发的颜色就是绿棕色呀，以前也是吗？总是染这个颜色啊。对，你那个
你那前面吧哈，就是有点光吧，就是属于有点艳，艳了，艳了，就好像在咱们这个年龄段，有点鲜艳点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。你如果要是后边那个色儿，那就很正常，很正常。对，眼睛是不是动了？眼睛做的酸是吧？嗯，对。他那眼睛吧，我特别有反感。我说句话是啥呢？这个咱仅供你参考。就是以后吧，还有这种机会，就是第一印象给人家是特别关键。女士一定要笑为先，哎，让人心里非常敞亮。你说我第一眼看到你，我看你第一眼给我压力感特别浓。是啊，哎，真是和尚进了孤坟，属实不妙啊。说起自个的穿着打扮上，大妈是喜欢摆弄，不仅染了头发，而且还割了双眼皮，大爷也是一点不掖着藏着了，直呼见大妈的第一面就不舒服，打心底的认为大妈不适合自己。咱大爷这话一说出口，那估计这门亲事是穿着皮袄打赤脚，凉了半截啊。你没发现吗？他从跟我见面到现在为止，他没笑过。这个人吧，第一眼是最关键的。你第一眼给人什么印象哈，你就终生难忘。不管他说，别人也好说，因为我就是不爱笑。我说我平常我要看谁没事哈哈笑。我说有啥笑的呢？你一个女的，你一个单身，你见人那好像勾引，你看就笑我笑不了。今天就这俩小小的遗憾。没事没事。啊，那就是没有缘，没事。谢谢谢谢，表示感谢。我给你求两盆花，你带着。对，求两盆花。求两盆花，知道你喜欢花，留个纪念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好，谢谢啊。来吧，回家养着玩吧。谢谢你啊。握下手来。留个纪念，没法握，来，我拿着，我握一下。来。谢谢啊，认识也是一个缘分，谢谢是不是？对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相亲不成仁义在，大爷也是善始善终。临行前还送了大妈两盆花，既然事已至此，咱大妈大爷也别灰心丧气，说不定幸福就在下个路口啊。